星星，看见没？啥？你往哪边看？哪边？宫桥那边看。咋？空调装好呀？嗯。哎，一年多呀。我说装空调一年多呀，现在终于装好呀。亲家，你现在啥心情？应该是啥心情？高兴激动呀。我可高兴。哎呀，不用太高兴，这都是我应该的。亲家，你咋的？感觉咋样？啥感觉啊？凉快不凉快？有点冷。感觉出来吧？嗯。哎，我也感觉有点冷。自己吧，能不能够空调换成热风啊？这确实是有点冷啊。哎呀，亲家，空调都秒开了。秒开？你去看。倒是呀。那你叫咱能干啥？感觉一些，凉快不凉快呢？我都快穿棉袄呀。你叫搁这感觉凉快不凉快？哎呀，亲家，这刚装空调，我心里有点激动呀。亲家，这一路看着吧，看见没有？看见。这是空调呀。我见过呀。你激动不激动？反正我是可激动了，亲家，一年多呀，我答应你工作一年多呀，现在终于给工作装上了，不中，我得在这个路看看去。子谦，嗯，空调方案这合适不合适？那放哪里啊？我想想啊，爸，现在空调已经装好了。嗯，想再换地方的话，还要再拆了重新装的。哦，那算了，都先放了这个。多子谦，嗯，其实我是，我往年我真是，是，这么多年，你们对子谦是真好呀，我都知道。子谦也对我们很好的。这是肯定的。嗯，这空调既然已经装好，可并不是离开了吧？嗯，好。跟你爸说一下，别心疼。爸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客气啥？这都是小事，以后可别再提啊。那这两个屋还有这客厅都有空调，不错。哎，对，冬天冷了。给空调开开，并不是。好，亲家，还有一件好事。啥好事？刚才我一激动忘了，你知道我今儿来啥事？看空调啊。不全是。对呀、啊，忘夸你呀、啊。哎呀，不对，已经夸我了，不对。那是啥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电视已经选好，以后就算了。电视，是，之前妈说的。爸，不是说好咱一起去选的吗？你也太忙了，等了多长时间？那电视是多少寸的？好像是86寸。好像是。哎呀，我也不懂呀。一会儿就送来了。是。那还来得及，爸，你等会没事吧？要是。那咱一起再去看看。都选好了。选好了没事，再去看看嘛。那中了。亲家，那我中午都不跟你吃饭了啊。中。子谦。嗯。要不等会再吃吧。怎么了？你们回来了再做饭。哎呀，其实我不是这意思。那中吧。亲家，那我们再去选一选啊。这几个满意才中呀。中。